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党部周哲宇凯凯。今天我们要拍一支特别企划的贺岁影片，让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平常在忙些什么吧。映入眼帘的是我们大门的这个韩粉禁止进入的招牌。这个呢，我们的这个法律咨询律师呢，刚好也在场，我们请他说句话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基进法律顾问黄欣盈律师。民众如果有任何法律问题，都欢迎来预约咨询，让我们为您服务哦。在岁末年终的时候，祝福大家新年愉快。我们的黄律师是非常专业的哦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最漂亮的办公室主任秘书，看他们在忙些什么。哎，你好，叫我春梅，当 K 哦。祝贺大家扭转新年，新年快乐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谁回来了。哎，小波，你在创啊？我拄啊等啊你。我咧翕一支贺岁影片，要甲大家讲一下新年快乐无？啊，干那种 KE。哎呀哎呀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OK，OK，OK、okay. okay, okay, 啊。那我先忙啊。好 ，OK。哎，等下，干嘛？你等下有两个五个先生，你敢知影？五个，爱到暗时啊哦。好，我先看物件，等下。我等你。好 ，OK。我等你。哎，等下，啊，你要先怎讲一下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高雄东部的阿文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谢谢。好，感谢这里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前黑韩总部这三个我们的文胆来在忙些什么。哎，博翔，被告还好吗？那个已经不起诉了啦齁，现在要比较担心的是小博。那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还是继续在开我们高雄市议会啦，都不开会的事情啦齁。哎，对，美俊，那个图好了吗？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哦，美君。那我的议会图嘞？排队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银安啊。新的一年祝福大家，穿好少，吃好饱，做伙分享幸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咱的老大，咱的高雄的主委。哎，新安。哎。咱的拍影片要甲大家讲一下话无？对啊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东部主委李兴汉。在这里非常感谢咱所有高雄的乡亲，在2020年甲基进做伙走过一个非常光荣的一冬。接下来作为一个骄傲的高雄政党，基进嘛会继续在高雄深耕打拼。在这里我嘛邀请所有的高雄乡亲加入咱基进的团队，和咱共同做伙打起高雄。OK， 好，我是凯凯啦吼，我袂要祝福大家新的一年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